欢迎收看熊老师陪你教数学、哦、那我们在这一集呢，来这个先来说明上一次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哦、题面上没有共线的四个点，它可以连出几条相异的直线呢？没有三点共线的，没有三点共线的四个点。那这样有几条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哦、我们循着一个路径思考就好了。就是说，我今天一个点。他要去跟别人连成线嘛，那他需要两个点才能连成线啊。所以在没有三点共线的情况下他可以连出几条，一个点可以连几条，就是自己不能连其他都可以嘛。所以一个点他可以连不大特一点。一个点他可以连三条，对不对？那我们有四个点嘛，所以你可以连三条，你也可以连三条，你也可以连三条，你也可以连三条啊。那这个三是哪里来的？我刚刚说嘛，就是自己不能嘛，其他都可以嘛。所以齁、哦、四的话呢，它是乘三齁、哦。就是说、欸、应该说一个点连三条，然后总共有四个点可以连嘛。我写三乘四好了。对不对？一个点连三条，总共有四个点可以连。可是呢这个我连过去你这边跟你连过来我这边啊重复怎么样，所以每一条线都会重复一次，一二三的时候，一二的时候这条就重复三，然后一二的时候这条已经刚数过了，这一条又数过了，对不对？那轮到它的时候呢，每一条都是数过的，所以就是说每一条都会数过一次，重复数过一次，所以除以二六，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无三点共线的四条线会连出六个相异直线，可以吗？好，其实并不难想，那也不能说不难想啦，如果你没有引导的时候，那学生他一方面他又知道要数，另外一方面他又感觉得出来好像会有重复，可是他没有办法很有条理的去整理到底重复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时候，就会就是要不能说要想不想，就是说要想通又没有想通，就一直在那边这样子犹豫不决。那其实它的逻辑就是你会重复一次啊。你如果用有逻辑的顺序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因为为什么只有重复一次呢？因为一条线就是两个点嘛，所以我连给你就是你连给我啊。所以我从我开始数了三条的时候有一次，从你开始数了三条的时候也会有一次，所以就是重复一次。所以五个点可以连出几条线？锁定一个点的话，自己不能连其他都可以，是总共有五个点嘛，除以二，十，二十，十，所以总共可以连十条。所以 n 个点的话，可以连几条线？n 减一乘 n 除二，可以吗？好，这就是上次留下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慢慢的想把它想出来？其实这个可以丢给学生，就是像回家作业这样自己想，看能不能够有条理的想出来。啊，提醒他们啊，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作业还有出别的，那就算了，就是。反正要写别的作业，如果你作业只有出这样子，那就提醒他们不要去找答案啊，自己慢慢想啊。那想完了要能够有条理的讲给别人听，即便是找了答案，也要能够有条理的去说明。好，那从刚才的问题延伸出来，请问一个凸的五边形，好，没有以后没有讲就是凸的哈，内部会有几条对角线呢？那如果是凸的 n 边形的话，它的内部又会有几条对角线呢？这两个问题大家来想想，大家来想想。那我们上一次说了这个陪审团，我们说台湾没有陪审团，因为我们相信你到底有没有杀人，这个法官可以准确的判断出来。那有关这个法律的思想，其实你知道以前，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在介绍，台湾早期的那个
法官哈，在审判的时候，法官在这里，这个是法官。现在法官通常会有三个哈，法官还有一个陪席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的法官忘记了。简单来说，就是主要那个判决的，还有另外两个算是监督他或辅佐他，就是在现场提供不同意见哈。所以你们不用我们不用把判决想象成就是说法官一个人说了算，除非是很小的罪啦。否则比较重要一点的审判就是会有三个法官的话，至少彼此会意见上要彼此尊重嘛，所以不会太离谱啦。那早期的法官旁边还会有一个位置比法官稍微低一点，但是是坐在跟法官旁边的同一个位置的，这个人就是检察官。然后被告在底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检察官是被赋予跟法，他等于算是法官的手下，他是法官来，他跟法官是一国的，他帮法官把犯人揪出来给法官审判。那后来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你就可以想象，我今天被告，那我要跟我对抗的就是检察官嘛。如果说我被告，可是我认为我自己无罪，那跟我对抗的是检察官，然后我一到法庭发现，哇，裁判跟我的对手站在一起啊，法官跟检察官就坐在旁边，那我还用判吗？对不对？你们两个交头接耳讲一讲，我就把我关进去啦、啊。所以这样子的设计其实对被告非常的不利啊，也就是已经预设了检察官是尽责的，然后法官跟他是一国的，其实这样是不利的，所以后来就改了这个制度，后来就改了，就改成我们上次看到的这样，就是法官在这边嘛，然后中间这里有的是空地，有的会让被告站中间，不一定，然后被告律师和控方律师，就是控方就是，顺便说明一下，控方就是检察官啊，然后不或者是告的那个人啊，然后辩方就是被告的。控方的检察官的和辩方的检察官。那在国外台湾的话我没有记得不是那么清楚有没有分哦。我知道在美国就有，他们的检察官有分打诉讼的检察官跟就是在现场采集资料的检察官哦，有不一样，因为有的检察官就是比较擅长去诉讼。所以会有控方检察官跟辩方的被告，或者说控方的律师、辩方的律师这样子，在两头。然后那这样子的话，感觉就是比较公平。那再附带一提，就是说我们的律师呢，他的定位，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说啊，因为看电影都会这样演啊，就是说好像律师都是在帮犯人脱罪啊，不管那个犯人杀人啊，然后杀了人之后怎么样，跟律师在休息室一起抽那个雪茄烟啊，然后哈哈哈哈没关系，我花钱请的大律师哦。那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律师是一种，即便你是犯人，即便你已经犯罪了，他也会想办法帮你脱罪的哈。但是我必须说，这种都是对法律体系的一个很严重的误解啊。根据律师，他也是有职业道德的哈。律师这个职业呢，他其实他的目的是在帮法官在厘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要帮被告争取最大权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律师，然后你已经知道你的这个辩护人哦，被你帮他辩护的这个人哦，你已经知道他的确有犯案了，那理论上根据这个职业道德的条规哦，应该说没有意外的话啦，除非你是很邪恶的，那其实理论上你要做的并不是帮他辩到无罪，而是你要帮他去争取他最有利的判决。有的时候有没有罪不是一句话讲清的。比如说我们两个争执，那争执你推我，我推你，然后你拿东西砸我，我拿东西砸你，这个时候我拿一把刀刺下去，对不对？好，刺下去了之后我逃走了。那后来于是检方控告我杀人，我找了律师来。当
我的律师知道说的确那一刀就是我刺的时候，他不是硬要凹到说那一刀好像不是我刺的一样，哦，那根据这个他这样子这个职业的设计，他是要做什么呢？比如说他要去帮我去寻找最有力的解释的方式，在一阵混乱中我可能不是有意刺的，哦，如果我有意刺的话我应该会带水果刀啊，可是其实我的那把刀是在你们家突然拿的，然后其实怎么样你也砸了我啊，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刺的时候你看我是胡乱刺的，所以我没有刻意瞄准要害部位，谁知道你又刚好跌倒什么的。也就是说他必须站在事实，律师齁，哦，这个职业他其实必须要站在事实上面，然后他不能说他已经知道是我刺的还要去假装好像我不在场，然后去找不在场证明啊然后什么的。按理来说啦，他要去根据事实来帮我辩护，来去把我的这个刺下去的行为，比如说试着把它辩护成过失致死而不是杀人，我们是争执的不小心推拉之间不小心你就被我弄死了，那我应该要承担属于我的责任。律师不能够不能说不能够啦，理论上他不应该把我变到脱罪，变到无罪，他应该要让我承担属于我的那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不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呢，哦，他要能够帮法官厘清其实我不是故意去杀他的。那在这个之外呢，比如说如果他已经决定了，这个律师，哦，如果他已经决定要用这个方式来帮我辩护了，那既然我就要认罪，他也许呢可以跟检方，哦，去讲说，哦，这个我如果再让被告，哦，让有雄老师在审判庭上声泪俱下，痛诉的说，这个我都没有要杀他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啊，我很可怜啊什么什么的，也许法官会心软。仔细想想，你们的那把水果刀上有我的指纹，很合理啊，我是被告的客人啊，对不对？好，你们又没有在现场，说不定被告是不小心自己跌倒然后就被刀子刺进去了什么的。他如果能够让控方认为你在跟我继续告下去的话，你其实会输啦，哦，法官不会听你的啦的这个情况，他可以帮我去跟检察官争取，要不然我自首，哦，在当庭就承认我有做这个，但是我是过失致死，那透过这样子来争取减少刑期，哦，来争取缓刑，透过自首，透过这个，哦，当庭的自首 来争取，他们叫做诉讼协商的样子，就是来去跟检察官协商，让我的刑期更少，这是律师的责任，就是说建立在事实的情况下，尽量的帮我争取属于我的权益，包括如果没有故意要帮我辩解出来，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包括说如果可以减少刑期，要帮我能够去做这个协商，认罪协商。那所以说这是律师的责任，理论上他不能够说明明知道我有罪故意要把我变到没有罪。另外一点就是说，理论上他也不可以违背我的权益，这也是他的职业道德的一环。我们看那个电影，我记得有日本有一部电影叫 Hero， 然后 Hero 的某一个电影版啊，然后那个主角他最后陷入困境哦，他的手上的证据，主角是检察官哦，他的手上的证据都告不赢被告，眼见被告就要赢了的这个时候，被告的律师突然良心发现，当庭拿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我必须要说这个非常的不合逻辑，非常的不符合现实，因为任何一个律师一旦做这种事情，绝对马上会被撤销他的律师执照，因为你身为律师你不可以做任何对被告不利的行动，那合理的行为这样，即便是这样做都已经具有很高的争议性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被告有杀人，那被告他坚持他要，我刚刚说了嘛，律师你知道被告有杀人，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帮他认罪协商，或者是帮他去这个寻找适合的比较轻的解释的方式，如果他没有犯意的话。但是如果说一切就是他就是有杀人而且他是故意杀的话，那你提出你要怎么做，你要认罪要协商的时候，当事人可以不同意的。那当事人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你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宣布你不要再帮他辩护了。
就像主治大夫一样，你们知道其实在医院啊，主治大夫可以决定，他最后可以决定他到底要帮这个病人开刀还是不开刀，要怎么样处理。那他的决定如果病人自己不接受，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换掉这个主治大夫，包括去别家看这样子。那要不然的话，只要病人仍然是这个主治大夫的病人，就没有其他人能够越过他的权限去决定病人要怎么医。所以一样的道理，如果今天律师已经决定了他的诉讼策略了，当事人不接受的话，当事人只能够换掉这个律师，或者说律师他自己退出。不可能说律师在法庭上就拿出了证据，虽然我刚刚讲律师的责任是帮法官厘清事实的真相没有错，可是他也不能够去做出对被告不利的行为，就是在法庭上突然就拿出证据打那个背刺他，从扯被告后腿，这是非常非常不符合职业他这个律师的这个职业道德的。那即便是宣布不帮被告辩护呢，因为这个内行人都知道，这背后代表的意思就是其实律师知道被告真的有犯这个案，就所以通常做这个动作还是会引起很多的争议啊，那个职业工会就会去检讨，就会去这个会去要他写报告啊什么的，为什么你可以这样，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所以更何况说在当庭做对被告不利的事情，这是不可能。那这里说明一下，就是让大家让小朋友知道说，现实的法律的设计，诉讼的设计，律师这个位置的设计，跟我们在电影上面看到的是有些微的落差。回来刚才的问题，凸五边形内部会有几条对角线呢？其实循着我们刚才的这个思考，就是说平面上几个点可以连几条线的这种方式思考，你就画一个五边形出来嘛。我说哈，这个锁定一个顶点嘛，锁定一个顶点之后，你可以拉出两条。为什么是两条？自己不算嘛，另外两个算边嘛。所以哦，这个如果是凸 n 边形呢，就会有 n 减三条。自己这个点不算嘛，最外面两个的是边嘛。所以你会有 n 减三条对角线，然后你有 n 个点，这样子，然后一样会重复，因为我拉给你是你拉给我嘛，除二，所以这里的话是，五减三是两条五个点除二，所以这里面凸五边形会有五个对角线，一二，这样。刚好是一颗星啊，一个五芒星啊。那关于这个凸 n 边形内部有几条对角线，刚才的一个说法就是 n 减3乘 n 除2嘛。那另外一个把它也写在底下，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说空间平面中有五个点嘛，对吧，五个三不没有三点共线的点，把这个点上来一点。那我们说这样子平面中，没有三点共线的五个点，它会有几条，可以拉出几条线呢？我没有照规矩画了，我没有照顺序画。它可以拉出来的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是五乘上五减一，然后除二嘛，对吧？这个是方法二。这里没有五乘上五减一除二嘛？那五乘上五减一除二的时候呢，最外面的那一圈会是边，因为我是图文边形，所以边一定是最外面的那一圈。对吗？所以它的对角线是二分之 n 乘 n 减一，减掉 n， 那然后你去算一下，它是二分之这个 n 放上去嘛 ，n 乘 n 减一，再减掉 n 送上来是二 n， 然后提出公因数提出这个 n， 所以是二分之 n 乘 n 减三，所以就会跟刚刚这个一样，可以吗？好，这是这种问题。然后来看这个问题
平面上三条线最多可以把这个平面切割成几个区块？好好看哦。有这个1、2、3、4、5、6、7个，非常简单啊。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这个平面上四条线可以把这个平面切割成几个区块？1、2、3、4、5、6、7、8、9、10、11个。在这个之前哦，平面上一条线的话是两个，两条线的话是，一条线的话是两个，两条线的话是四个，可以吗？然后这是七个，这是11个。哎，有没有什么特色？那这就是这一次的作业。首先，平面上如果八条线可以把这个平面切割成几块，有点难度，你可以试试看先挑战六条的。那如果平面上 n 条线呢？改一下好了，八条对大家来说好像有点难。不要改，出两题好了，一个八条，一个六条。那平面上 n 条线呢，有没有像刚才那样一个公式啊？什么 n 乘以什么什么的哈，可以把这个平面切割成几个区块？那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给大家一个提示，我要切割出最多区块呢，比如说哈，这一条、两条之后，我的第三条如果这样子，是不是就只剩下1、2、3、4、5、6？可是如果两条之后，我第三条这样子的话，就会有1、2、3、4、5、6，中间就多一块。我如果已经三块，我如果已经三条了，哇，可以哈。我如果已经三条了，那我已经切七块了嘛。我的第四刀切下去的时候，我要最多的时候，我在这里给大家提示，就是说我的第四刀其实要怎么样会最多呢？就是都不要碰到这些胶原本的三个焦点，我第四刀如果可以跟另外三条每一个都碰到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把原本你原本是这个1、2、3、4、5、6、7嘛，我就可以把你原本的这四块全部都切一份出来，这就是我能够切最多块的方式，所以我总共就会有8、9、10、11。说到这里，实在是已经说的太多了，快要把答案泄露出来了。所以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个作业。平面上八条线可以把平面切割成几块？如果是 n 条线的话，可以把平面切割成几块？那我必须要说，这个其实并不是所谓国中的范围啦，应该说没有哪一个。它不在教科书的范围里，但是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考。那不过其实还是可以，高中还是会看，有机会看到这样的题目在排列组合的时候。那不是为了那样的原因才学的啦，去想一想，动动脑。另外一些有关角度和面积的计算，因为其实国小应该都学过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挑几个比较难的，然后可以解释一些特别的思考角度的题目，让大家复习复习。如果有一个正五边形里面有一个正方形，请问角 BGA 这个着色的角是几度呢？大的是正五边形，小的是正方形。下面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圆弧或半圆弧所组成的线，如果这些圆弧它的都是直径为2的圆的话，请问着色部分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个，它的面积。附带一题其实有点像那个金盏花的图形，金盏花、鸠尾花也是这样。下面这个底下是一个边长是4的正方形和圆弧，这里有一个四分之一圆，这里有一个
四分之一元所构成的，请问斜线面积是多少？这个实在是说实在话，在国小非常多人会教，非常多人会，非常多的考卷或习作会有这种题目。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上到这里。